较是很繁多，因为都比较偏乡。好，各位在座的好朋友们，还有我们线上的亲朋好友，还有你机关，大家晚安，大家好。好。啊，在这个要接近中秋节的前几天哈，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有那么多热心的人士哈。啊，第一个替我们麻豆的文旦，替台湾的文旦解决一些问题哈，因为今年丰收了，今年的产量至少有8000吨，那我们到海外都可以卖到不少的金额。那今年因为澳门、香港还有大陆都停止了，所以现在麻豆龙大家都一个脸跟两个苦瓜一样哈，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哈，我们台湾房屋还有我们屏东创时代商联会建四个国小哈，四个国小，一个是我们东港的海滨国小，另外一个是我们嘉东的枪岭国小，还有一个是我们里港乡的土著国小，还有一个是里港乡的三和国小哈，还有我们佩宜国际有限公司哦，非常加赞哈，他们真的是也出钱出力来为我们的农品解决问题、解决通路，所以他们买了非常多的麻豆五蛋。那第一个要赠给我们有屏东，那我们很感谢，也麻烦我们校长亲自来这边领五蛋回去哈。那这个是大家的一起来做好事哈，这是显示我们屏东人是非常照顾的啊。我们往屏东之光啊，台湾之光哈。那我们几个候选人，大家也都一起来，好来大家跟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好吧，我本人是县长的候选人，我们李世干是我们的县议员候选人，还有我们的曾建也，他是内埔乡长的候选人，还有我们李佩芳，他是我们的乡民代表。这是一个有爱的社会，这是一个友情的社会。企业传爱，天下送文旦，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感谢萧启龙先生捐赠了那么多的文旦给天下的小朋友，让他们过了一个很开心、很快乐的中秋节。那我只是金融。希望我转介，所以我转介了四个学校给景隆。那再一次的感谢，景隆能够付出那么多的爱心来嘉惠天昌水土。佩宜国际有限公司黄董哦，他捐赠我们土库国小10箱的元旦。那这是一个三赢的一个关系，因为果农的盛产，然后经由我们的企业购买，然后转赠给我们的国小天香小学小朋友108位小朋友，他们都可以享用到甜美的文旦，这是一个三赢的关系。企业做公益是一个趋势，也是应该有的责任。感谢萧董热心做公益，为偏乡的孩子造福，感谢，谢谢。我是枪岭国小校长陈桂兰，今天非常高兴，咱们佩宜国际有限公司，用爱行脚传爱偏乡，赠送偏乡的小朋友柚子，那也帮助了农民，也温暖了我们偏乡的小孩，这是一场幸福的飨宴，又爱枪员，非常感谢，这是很大的善举，感恩。大家好，我是那个屏东创时代商联会的理事长洪丽月。那今天呢，跟那个主办单位佩宜国际有限公司所承办的这一个那个偏乡地区的那个小孩子的那个鲜活的一个那个公益的一个礼物。好，那我们今天所赞助的那个国小及幼儿园，所有的学生啊，今这一
一次都有那个中秋佳节的礼物。好，那我们是以那个实际的行动，好来赞助我们病转正支持偏乡，好学童能享用到鲜活甜美及企业公益的回馈，是孩子们学历的隐形的翅膀，也是孩子们善行实现的那个典范的学习。谢谢。台湾的那个林场，就这样子，谢谢大家。